平常我们都是在陆地上看烟火嘛，那我们很少有机会，尤其我们南投在没有海没有看海，所以我们在日月潭办这个烟火实在是非常的棒，非常非常的震撼。那有餐船，也有点心的船，啊，也有那个 BBQ 的船。那每一艘的业者都非常的用心。